Hello， 咁又欢迎咁多位听众朋友们咧，翻到嚟今日嘅第二节啦，国际大棋局啊。咁啊，进入节目之前咧，恳请大家就按赞、订阅、俾啦，咁亦快而支持我哋啊。咁我哋有位嘅听众咧，咁就来信啊，话俾我哋知咧，佢啊嚟紧准备一个考试啊。咁啊喺度咧，先祝福啊我哋呢位嘅听众咧，就攞低一个好嘅成绩啦。咁其实咧，我哋位听众咧系好叻噶，因为咧，其实佢就系、是。年紀都唔太年輕啦，即係都係同我哋一樣啦，都係一個叫做話係最辛苦、最勤力嘅年紀啦。咁要去支持家庭啦，支持佢自己身邊嘅一啲人啦。咁但係佢仍然努力不懈，去揾翻佢一個小時候嘅夢想，因為佢細個咧其實佢學音樂噶。咁但係即係後尾啦，因為要做嘢、要工作啦，有即係其他嘅負擔咧，佢停咗一段時間。咁跟住去到疫情之後。咁跟住咧，佢嘅工作放緩咗，當然個收入亦都少咗好多啦。但係佢換咗一個心態，既然我有翻咁多時間，我就去咧去重拾翻我細個嘅夢想，我去讀樂理啦，好認真咁去研究音樂啦，跟住去考取一啲音樂嘅資格啦。咁成件事咁我好清楚啊。咁就即係喺度啦。首先即係要祝賀佢啦，一次又一次突破到自己，可以攞到好成績。第二嘅，亦都係啊，即係好希望佢係可以咧，將呢個興趣咧，第日變成一個佢嘅音樂嘅專業。因為其實咧，好多時大家譬如啊，我哋有唱歌好叻嘅主持，譬如講緊啊 Team Mel 咁啊，係嘛 ？Team Mel 姐姐唱歌好叻喎。咁我哋咧，亦都有唔同主持，有唔同嘅能力範疇。咁而其實樂理咧，中間就唔同嘅樂器演奏嘅，咁係一樣咧，好專門，一樣咧係。即係我相信我一世都學唔識嘅東西啦。咁另外我哋都有一位年輕嘅聽眾，佢又同我講，佢對建築係好有興趣。佢聽過我咧喺上年嘅節目講過，我有睇一啲建築嘅書。咁佢咧就希望我咧就推介咧兩本俾佢入門嘅。咁呢位聽眾咧，其實你嘅入面留言啊嗰啲咧，我睇曬㗎啦。跟住咧，可能我未有時間同你即係長時間去傾呢件事啦。咁但係我自己咧就已經選咗我兩本係入門級嘅建築嘅書送俾你。咁我就會即係安排啦，我嘅即係我嘅譬如我啲幫手嘅同事啦，寄俾你。咁郵費我出埋嘅。咁你睇咗之後咧，咁入面咧有一本就即係我以前講咗好多年前咧，我日日攞嚟揭揭去啊。咁雖然本書比較舊啦，咁我隔離寫咗好多嘅注解嘅。例如即係我睇啊，點解要條走廊要咁樣去起咧？點解條呢個通道要咁窄咧？啊，點解嗰個彩光？譬如講緊呢位聽眾有興趣嘅一啲西式建築，點解啲窗同埋嗰個角度會咁樣 set 咧？其實我自己係寫咗一啲我嘅注解落去嘅，我點睇嗰件事嘅？咁我覺得咧，嗱，即係聽眾們，你有興趣咧，呢啲嘢咧，我開心啊，尤其是年輕嘅聽眾。因為其實所有嘢係需要傳承嘅。建築，如果你講 architecture 係所謂嘅一個專門，或者係俾一啲我哋歷史上嘅工匠啊，點樣去研讀嘅一個科目咧？其實我想講呢樣嘢咧，係基本上對人，尤其是你做人處事面對，係俾你一個好好嘅哲學訓練。你好清楚，我要去譬如西式建築。我要揀下地窖點樣揀，我要決定方位，我要決定啊，好多時啊個門口啊，佢要接壤嘅一啲功能啊，例如好簡單，喂，我喺個街市前面起嚿嘢，同我喺一個軍事上嘅領地起一嚿嘢，唔同嘅決策啦、啊。跟住另外啊，你見到建築物料有好多唔同嘅突破、啊，譬如好簡單，有啲人點解將一啲食物將佢咧係演變？變咗溝落啲物料上面，就係、是、利用佢中間嘅韌性黏性。其實好多嘅呢啲事咧，你會慢慢咧摸索到有好多好有趣嘅事咧，你會見到其實係變通無限，見招拆招。嗱呢一句説話咧，係我喺我十一二歲嘅時候啦，我一位好敬重嘅長輩啊，佢綽號叫草上飛啊，咁啊，即係好多人都識噶呢位長輩，好犀利嘅。大家以前後生時候咧，喺啲雜誌咧未有網路時候，成日見到草上飛啊呢三個字。呢位嘅長輩咧，佢教我嘅變通無限，見招拆招。
建築就係一件咁嘅事嚟嘅。咁所以咧，但誒，即係我呢位聽眾啦，你同我講嘅説話，就算我啊呢排我未必係可以親自同你交流好多都好，我都已經準備咗噶兩本我嘅入門級嘅書送俾你，跟住你睇完之後，你話俾我知啱唔啱你口味，好唔好睇？可以嘅話，咁我就會咧再係根據你嘅興趣，譬如你同我講。啊！你中意西式建築，你中意日本嘅建築，你中意點樣嘅？如果嗰個範疇我有掂到，我有睇過相關嘅書咧，我再揀部分俾你。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咧，我收收埋啲書咧，我當然唔夠台長犀利。我諗台長個佢個 cabinet 啊，台長嘅藏書咧，我諗係數千本或者過萬本嘅，我就冇咁犀利。我係得千零本、二千本書好嘅啫。但係我嘅藏書咧嘅類別咧。是其實不多的，即入面的數目不多的。如果你是喜歡那個科目呢， 我相信我的藏書已經可以令你成為一個專家的。我也都 很開心有一些那麼年輕的聽眾呢，他這麼有興趣跟著去繼承一些呢我以前的興趣，其實我很開心的。當你大概都知道你擁有的東西，真正擁有的東西是什麼呢？就是你學到的東西怎樣去成就第二個人，這個才是你人生裡面真正擁有的一個叫王道啊。王道就是大家看歷史成日講啊，乜嘢乜嘢，這個就是王道啊。例如啊，即係最近我哋講過，日本女優喎，係咪啊？三上游啊，退休喎，三上游啊，梗係呢個女優中的王道啦。好啦，咁今日翻嚟第二節咧，即係首先啊，頭先講少少個人嘅嘢啦，今節翻嚟咧要講一件事。咁咧就係新鮮滾熱辣嘅，咁啊呢單嘢咧就係國內啊，即係一個嘅小粉紅啦，咁啊，咁其實咧，即係而家個情況經濟就好差噶，即係我哋講過啦。咁其實而家大陸咧係有好多嗰啲眾籌網站啊，即係譬如文俊，你一件事你想去做，譬如啊，我想發行一個玩具，咁我做咗個版，跟住咧我就 Kickstart， 即係外國興叫 Kickstart 啊 ，Kickstart 咧就係佢會眾籌整個版。咁但系而家大陸最興係乜嘢咧？完成啲咩夢想咧？你發覺十單咧有九單半咧都係啊，我嘅邊個邊個至親啊，我嘅親戚啊，我爸爸、我媽媽、我阿哥或者點樣啊，佢哋有病但係冇錢醫喎。咁喺入面咧就發生呢單嘢，其實最近嘅事啊，咁就係講國內有個人啦，咁佢嘅爸爸咁樣咧就係即係因為啊。這個呢一個是要冇錢啦，睇病啦。咁其實佢又因為咧個收入咧喺疫情咧係近乎係好低，甚至乎冇嘅情況之下咧，佢斷咗冇交醫保。咁醫保個問題咧，大家聽翻廣州咧 T 小姐有講過噶，就呢件事咧係會引申落越嚟越大鑊嘅。咁結果咧呢位嘅即係叫做網友啦，佢就去將佢爸爸重病嘅消息，咁佢係實名去網上面咧。就去講咗，跟住去做呢個眾籌。喂，佢籌嘅錢唔係話好多嘅要求，即係三幾萬咁嘅啫。咁基本上咧，嗱、那個情況即係我同大家講聲，真係唔好意思，因為上年其實疫情，加埋我自己私人個經濟都唔好。咁譬如上次有位聽眾，佢同我講佢要去即係做手術啦，要點樣去做醫療嘅事。咁佢問我可唔可以方唔方便去借幾萬蚊俾佢？咁真係唔方便，因為我根本冇啊。其實即係呢樣嘢，我先講聲唔好意思啊。第二，咁佢問我可唔可以利用我哋嘅節目同佢做個眾籌咧？咁呢樣嘢我都話我安排唔到字。咁但係咧，你睇到而家呢個時代咧，好多人都面臨嗰樣嘢就係、是，喂佢要睇醫生，或者佢面對啲事啊，解決唔到啊。咁所以你嘅大陸，你見好多啲眾籌網啊，呢啲眾籌網咧多得好犀利，甚至乎而家有一啲咧，佢要你實名認證。影埋你嘅身份證，仲要保證人，即係好簡單。我例如啊，我申請件事，跟住咧，我就要揾一啲人出嚟去幫我保去證明呢件事，證明我嘅身份，我講嘅説話係真嘅。跟住可能我要啊揾幾位朋友啦，跟住仲要揾阿劉夢龍老師啦，咁樣出嚟證明我啦，點樣點樣。咁跟住咧，去到而家呢個情況，即係呢位嘅網友啦，呢位嘅朋友仔啦，佢已經將佢屋企人證件、背景所有嘢。佢爸爸住邊間醫院，甚至乎佢爸爸住醫院嘅相，佢爸爸住醫院嗰份醫生報告，所有東西去申請登曬出嚟，去眾籌網度登。跟住咧喺國內咁有好多嘅即係嗰啲小粉紅啊、愛國分子啊嘛，
就唔知点解咧，就揾到佢咧喺 Twitter， 喺呢个 Twitter 上面，哇！原来佢有一啲嘅所谓嘅反动言论，包括乜嘢呢？佢原来当阵时咧，佢就话啦：习主席而家喂开两会啊，跟住咧，哇！又继续当呢个主席啦，又赢一次啦咁样。跟住咧，佢就冇讲一啲恭敬嘅说话，佢只系讲呢件事，但系佢冇侮辱过，冇出嚟侮辱过，佢唔会话啊。阿二百斤呢赢完又赢啦，再赢啦，二百斤继任又二百斤，佢冇呢啲说话，佢只系讲咗呢件事，但系佢冇任何嘅恭敬嘅行为，冇话恭贺啊主席啊，冇话哇好嘢，太开心啦，我哋又赢啦，呢个系全球华人嘅胜利，冇讲呢堆说话，冇做头先嗰个擦鞋文俊嘅行为，所以咧点啊，俾人 BNC， 咁 BNC 正常 Twitter 推特。同你众筹网有冇关系？冇关系。咁但系因为佢推特上面嗰个头像同众筹网嗰个头像系一样，跟住佢又嗰个嘅粉红咧，小粉红咧就将佢话佢对主席不敬呢件事就由推特嗰度 Twitter 截图交咗众筹网，结果众筹网咧就将佢原先筹到嘅几万蚊咧，连埋户口咧，户口当然俾人锁咗啦、delete 咗啦、删除咗啦。几万蚊咧，众筹网个官方 hold 住唔俾佢。咁啊呢件事咁啊好大镬，点解啊？佢等钱救命啊嘛，因为你大陆嗰啲医疗就系咁噶啦。喂，你人就算你就嚟死啦，我点解要救咗你先啊？你梗要攞钱嚟啊，冇钱救咩啊？系咪啊？同你倾啊？喂，系咪先？即系你坦白讲，平民百姓最痛苦啊！你又唔系咩达官贵人，你又唔系咩地方干部，你又唔系任何啊？必须得到援助嘅，你只系一个平民啫，平民嘅，我同你讲咩？梗系讲钱啦、啊，大佬，唔通同你讲人道立场主义咩？咁样，咁结果冇噶，死到临头啊，好大镬真系。跟住点啊？走去跪地啊，跟住走去搵 Twitter 去讲呢件事。Twitter 梗系唔理你啦，大佬 Elon Musk 噶嘛，点会理你啊？系嘛？佢要理都理佢个 Tesla 先啦。而家 Tesla 咁大镬啊，大佬！即系我前啲节目会讲电动车嘅问题啊。我呢两日咧俾啲时间我，因为我嚟紧咧会去拜访啊。譬如讲国内啲电动车嘅厂商嗰啲品牌，去了解一下。咁啊，最近好靓噶，例如有个叫小鹏汽车，其实我对佢哋唔熟噶，但系其实佢哋出咗架跑车都几靓嘅。咁就我过两日会去睇一睇。甚至乎有機會嘅，可能我試一試部車，我到時同大家講國內電動車嘅情況啊。咁翻翻嚟先，咁跟住啦，佢就去同啲眾籌網交涉啊。喂，大佬啊，我咁樣，跟住佢同眾籌網咧，你諗到翻去大陸咧，最簡單嘅交涉方法係點啊？你同佢講，你話 Twitter 係同你同頭像，但係唔係你嚟嘅。啊，呢個最簡單的方法嘛。佢同眾籌網講咗，跟住眾籌網咧個客服咧。系覆咗佢啊！得我哋跟进紧，我哋睇紧咩事？跟住众筹网发个联络 Twitter 唔覆佢嘅。跟住众筹网联络冇 Twitter 啦，靠人工审查啦，人工审查仆街啊！你唔知拖几时嘅？即系我想讲咧，我自己我讲过啦，我冇国内手机嘅，咁变咗咧，我系用呢个咧香港澳门嘅电话供应商。结果点啊？我喺国内，我嘅美团。我登记嘅时候，佢就同我讲：哦，你要做个认证、哦，跟住个认证咧，你要发啲咩过嚟。咁我发觉原来我喺国内冇手机号码啊嘛，咪用香港澳门嗰个号码嚟去做认证咯。佢唔俾你个认证，吓唔俾我个认证，咁点算啊？啊，好啊，我问朋友，问国内嘅员工，借个号码咪得咯。佢亦都唔俾你再注册新嘅账号，佢就话你呢个有问题。跟住佢就叫你联络客服，打过去用极快嘅速度用普通话同你交流，仲要系啲类似北京腔嘅口音，你根本听唔明嘅。你听唔明，你问多两句啊，不好意思啊，我听不懂普通话，佢cut你先。嗰、那个电话已经打咗好耐嘅，都cut你先。跟住去到琴日我顶唔顺，我揾咗个普通话专才，自己讲啦，我国内同事。佢識講廣東話，亦識講普通話。我話我聽到鑊足啊，你幫我打過去同佢傾啊。又隔一段時間，又打唔通啊，又線路繁忙啊。打到通為止，佢就話俾你知，我呢個唔係我嘅問題啊。咁係咩問題？係系統嘅問題。我話地吹漲就係美團同大眾點評嘅問題，個系統問題。因為你登記嘅時候咧，
係用咗香港同埋澳門電話，所以我要你去再做認證。結果你達唔成我要求咧，我就系統鎖你帳户。呢樣唔關我哋事，我哋解唔到洞嘅。嗱，你明唔明？即係其實佢國內咧就係咁死板噶啦。喂，咁如果我肚餓，我要用美團嗌嘢食，我餓死咗十世噶啦，已經係咪啊？所以嗱，其實呢個情況咧，正如呢啲眾籌網咧，你俾人籌得錢，啲人啊，如果唔係行到死到臨頭啊！真係冇路可走，佢都唔會上嚟籌啦，大哥。去到籌到啦，係有效果啦，可能會有三幾萬蚊籌到翻嚟，要趕住去交藥費嘅時候、醫藥費嘅時候，一個人一個投訴，你即刻可以咧，係即刻將人哋户口刪咗先，跟住佢人哋籌咗嘅錢咧，又唔會落人哋手喎，就 hold 住咗啦。喂，大佬，如果我譬如我有個病人，無論佢係我親戚好，係朋友或者屋企人好，乜嘢都好。喂，佢真系等呢嚿钱救命嘅，咁转头病死咗，都仲未解决呢件事，系咪啊？咁点啊？仲筹嚟做乜嘢啊？咁另外第二样嘢，亦都见到嗰种话无理就系，你网上你一个无名无姓嘅人，你跟住你去督灰，你去督呢个人，话佢对主席不敬，有反动言论，即日极快速度，首先就将嗰人删咗先，而且系 ban 佢户口，连佢众筹紧嘅钱，嗰件事系。關於佢醫佢屋企人，佢爸爸嘅藥費同你呢個習大大嘅尊嚴兩樣嘢有冇關係咧？其實係冇關係嘅，係咪啊？但係咧，事實上咧，你國內呢啲嘅平台咧，你就一定所有嘢就係你政治係甚至乎比人命行先，咪出現咗呢啲事咯。第二呢個世界咧，即係咁同你講。我在國內呢其實我醒的了，如果我再開張大陸電話卡呢，我註冊任何這些帳號呢，我是不會 去用香港澳門的身份來跟他做綁定，是一定不會的了，就用他國內的電話、國內的帳號、國內的身份和必要時，喂，就叫那些國內請的員工幫忙開個帳號咯。你用自己來的做什麼？即是現在這種橫斑辦呢，我相信咧呢个情况咧，以前系冇嘅。即系我成日同大家讲过啦，有只电脑游戏我好中意玩嘅。其实我十几年前咧，我出差已经系机场成日玩嘅。嗰个游戏叫三国杀啊，系啲卡牌纸牌游戏嚟嘅。以前玩嘅时候咧，佢可以俾港澳地区注册嘅，跟住去到后屘，突然之间话只可以俾大陆用户玩，佢要入呢个身份证。你香港、澳门身份证同大陆嗰个数字嗰个位数系唔同噶嘛？大陸好長咯、身份證號，咁於是咪申請唔到咯？跟住佢咪將你一個玩咗嚇，已經六年、七年、八年嘅户口，咪凍結咗。佢叫你解凍嘅時候，佢又係要你去入身份證，你都係解決唔到件事噶。即係佢提供好多嘅解凍方法啦，去解翻你户口啊，所有嘢，甚至乎好似我同大家講過啦 ，QQ 啊、企鵝啊，我個户口啊，係突然之間莫名其妙俾佢封咗噶。喂，你话我户口如果发布啲吓不雅照片啊，吓一啲嘅政治言论啊，所有嘢都话啫，乜嘢都冇做过，净系由以前开咗同啲国内嘅厂家开会攞订单，倾订单内容，收 proposal 计划书，我连上面攞嚟沟女都冇用过，跟住佢莫名其妙，即系佢而家佢一转嘅时候，佢一叫你入电话，佢又俾你入咗之后咧就要你解冻。跟住就解唔翻噶啦，跟住个情况你打去嘅，咪全部同你赚嗰余咯。即系去到有人听你电话，其实已经系难能可贵啦。因为佢之前嗰一扎咧，叫做话打去电话录音咧，人工咧已经筛咗你九成九嘅人走噶啦。你都冇人系好似我咁黐线，谂住开翻个 QQ 咧，等差唔多成个钟去接通，搵个真人同佢倾噶嘛。那个真人都倾唔掂啊。佢话点解冻咧？你入大陆身份证咯。啊，咁我香港澳门身份证唔得，你搵个大陆身份证咯。我点搵啫，大佬？即系点啊？我而家放弃香港澳门身份证，跟住翻嚟国内攞张大陆身份证啊？咁样啊？我变成大陆人，为咗开个 QQ 啊？梗系唔会啦，黐线噶嘛。咁但系即系有时咧，呢、這个文化咧，而家大家要清楚啊。你好多你国内嘅嗰啲 APP 啦、啲平台啦、啲 Apps 啦，咁如果第蔓延到啲公司都系咁嘅时候。好大镬噶，即系例如最近有一样嘢，嗱，我国内同事同我讲嘅，佢系绑定咗咧，即系佢架车同埋佢个人咧，
即係你一經過啲嗰啲高速公路收費站咧，佢 detect 到你個身份證你個人咧，佢就扣你錢噶啦。你架車經過會扣你錢嘅。佢架車佢冇揸，佢喺好遠嘅地方，佢坐高鐵嘅，佢個人經過啫，架車佢冇揸車嘅嗰啲地方。因為你如果係外地嘅車入到去咧，佢會有限制噶嘛。例如你珠海車去到廣州、去到深圳，你會限行噶嘛，佢唔俾你周圍行噶嘛。結果佢個人過咗去，咁當然身份證係跟住噶啦。佢 detect 到你個人過咗咧，佢就有你冇你，你冇揸車，佢都扣咗你錢先。跟住無端端扣你兩程高速，我坐公共交通工具喎，俾人扣高速喎。跟住佢申訴嘅時候，你唔係當地噶嘛，你外地噶嘛。跟住佢就要啊，你提供啊好多嘢啊，什麼行車證明？喂，大佬啊，我點提供行車證明俾你啊？我根本就冇揸車。是不是啊？我出示翻嗰日我坐高铁嗰张嘅叫做话嗰张票据啊，已经系最好嘅证明啦。啊，佢唔受理，佢要你按照佢嗰套提供唔知七个步骤嘅证明，提供唔到，咁结果点啊？结果我国内同事咪贬义咗同我讲咯，啊老细啊，咁样扣咗我差唔多200蚊啊，咁样贬咗我嘴。咁梗係冇計啦，因為佢唔係幫我做嘢，因為佢自己同即係嚇自己去旅行屋企人咁樣，咁唔關我事啊嘛。咁但係佢咁樣變咗都同我講嘅時候，喂，其實而家大陸喺國內嗰個收入，你扣咗佢呢兩成，佢一日嘅收益嚟噶咯，已經佢一日嘅人工嚟噶咯，即係呢200几蚊就係佢一日嘅工資嚟噶。咁所以嗱，其實面對呢啲情況咧，大家只可以係無奈接受嘅，即係就算佢國內啲人咧。就算譬如好似我講緊我國內同事，咁跟住佢都搞唔掂啊，解釋唔到啊嘛，我根本就冇揸車，你叫我俾嗰啲行車證明啊，出入嗰啲啊，收費站嘅證明都冇揸過車，冇經過收費站喺高鐵上面，只不過係俾你追到個 IP 而扣咗錢，都搞唔掂啊，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呢啲情況咧係會出現嘅，即係其實而家喺國內咧。你讲到嗰种不合理咧，就唔再系以前嗰种见到城管乱打人啦，啊嗰啲不合理，你唔系咁简单啊，而系咧好多啲 A P P 制度上嘅嘢嘅不合理。正常嚟讲，就算啊，佢喺众筹网上面为佢爸爸筹钱，就算你莫讲话佢对阿习主席不敬啦，就算佢真系作奸犯科都好，你冇理由将已经筹到嘅钱冻结佢，冇理由将佢户口删除咗。是莫须有的罪名的嘛，同埋就算你话佢对主席不敬，佢做任何唔好嘅事，佢系咪喺呢个众筹网度做？佢唔系，即系而家嚟紧咧就话俾你知，假如你今日吓落街闹咗一句，跟住转头屋企都冇得翻噶啦，你爸爸咧会将你屋企吓栋锁咧换埋添，你屋企冇得翻嘅，甚至乎屋企个小区个保安见到你咧都唔俾你入去，个原因。唔系你喺呢个小区度犯事，唔系你喺屋企度犯事，唔系你喺街闹人两句，而同你翻屋企系冇关嘅。但系佢都有呢个权力，就 ban 咗你咯。所以其实你话嗱，凡事有好坏嘅，好嘅方向就系而家咧，如果你见到你 hater 咧，即系尤其是有啲咩闹你咧，跟住你举报佢，你话咧吓佢啊佢闹啊，即系大陆有个字好兴嘅，叫王八啊，我真系唔知道。黃伯是什麼？去到呢即早兩天呢我知道了，我國內同事呢他帶我看黃伯，跟住我說、啊、帶我看黃伯，原來是指那些街市賣的水魚、啊、那些好像一隻隻好像龜那些，那些水魚叫黃伯，原來人家說你黃伯的話呢，人家說你司徒黃伯呢，原來就是即三日黃、啊、跟住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就是等於原來背後就說你呢 一句他们讲的很难听的粗口叫龟孙子，原来就是说你即我不知道这句 是什么方言啦，就是总之都是闹人的东西，原来说你黄伯就是这解，咁跟着我了解到了，其实个情况呢你基本上呢喂可能、啊、你犯了一件事你在街上闹人的黄伯、啊、之后都会拿东西，就是、这种是即那个好和坏，就是现在第一那个管制是严到地步呢，你在街你去做一件事闹人又好，你去伤害人又好，打劫什么都好，你很难做到的。甚至乎呢你是好令到人呢是有一种莫名其妙失去自我去做很多自我規管的行为。
其实人类嘅犯罪啦，莫讲话杀人放火啦，吓打劫啊、强奸啦，其实其中一样嘢咧，我讲咗啦，凡事有好有坏，坏嘅当然啲犯法啦、破坏社会啦嘅事，但系其实呢个都系人类一个释放自己、人类一个自我表达嘅表现嚟噶嘛。而家冇埋噶啦，即系你好难咧，系再揾到啲人有自我嘅思想、自我嘅行为判断。国家话你唔得，咪唔得咯。更甚者，你做完嗰样嘢。唔得，你仲要系令到你其他嘢系受影响噶嘛？咁啊，今日咧，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咧，就系、嗰个收信咧就冇咁好啦。咁啊，亦都啦，最近啦，大家都听到啊，即系譬如我有时话会喺一啲工地啊，喺一啲嘅地方嗰度去做节目啦。咁啊，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咁啊，我哋个今节系短少少，我哋听日翻嚟。今日嚟到呢个火之神啊，咁啊阿朗哥阿陈登为我煮咗你嘅系咪叫台长嘅呢个牛扒咧？我台长西洋牛扒嗱，咁我要介绍下呢、这个即系菜式有咩特别之处啊？第一样嘢，单手可以食嘅，单手都可以食呢个咁滑嘅牛柳，咁西洋牛扒，咁咧有即系有得嚟苦虾啦。仲有啲味蛋咧，係牛奶啊，非常非常之滑，冇完全冇澱粉質嘅。咁咧就除咗呢個之外咧，仲有面豉湯啦。咁啲味菜咧真係水用非常非常之美味啊！咁大家嚟啦，跟住落嚟啊，一定要點啲味，台長西冷牛扒啊！多謝大家支持港哥同埋支持。梁錦祥風味室同埋佢嘅節目，多謝大家。大家記得訂閱同埋支持司徒文俊頻道啊！